去年初公测后就一直没有什么新消息的重生边缘 Sync， 在今年的德国 Gamescom 宣布 PC 版即将于9月8日在全球登场。这款由腾讯旗下 Level Infinite 发行 Next Studio 开发的线上多人打宝射击游戏，我们将要在高科技所引发的末世中扮演各种不同的勇士，前往子午线禁区内清除名为纳米人的怪物。每一场游戏我们都能够选择要扮演什么勇士，每个勇士都有独特的技能可以使用，像是当个医护兵帮忙队友，就是队伍中不可或缺的成员。有趣的是，虽然是敌人，我们也能反过来同化击败的纳米人，让他加入我们，为我们作战，就像是随时跟在旁边的 NPC 队友，非常适合拿来当个肉盾呢。游戏还主打 PVE 多人共斗模式，也有 PVP 模式让玩家们来比较高下。等到9月8日就可以来亲自确认一下手感啦。